行业实在是很多，包括种旱地、种水田、养鸡、鸭、养猪、种凤梨。他也在台东种香蕉，他常常嘴巴念念不忘的就是他很厉害，他可以喝酒喝三天三夜，他可以挑重担380斤。那我记得我们快到家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刚好看到阿公牵着他的脚踏车要往回家的路上走。那如果是我们午饭过后才回龙井，那会刚好看到阿公骑着他的脚踏车滑下山，那阿公跟他的 TV 就变成了一个很标准的画面。可是我记得他以前每次吃完晚餐以后，他就会拿出他那个三折式的躺椅，然后去那个三合院那边纳凉休息。这样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很放松，然后真的非常的享受在休息的那个时光。这样的啊，那是当晚当啊，嗯，洗完来哈，就是从那个大路去清水那转台，嗯，啊都伊安尼做安尼啊，无那我再卡下来做，嗯，那再随着做，嗯，是有咩人好，三好咧更好。叫恁林家时阵哦，阿爸就拢咧饲鸡啦吼。阿爸实在我真辛苦啦，嘛是爱大家吼共同打拼吼，啊斗经营。辛苦，较早吼拢爱担牛奶，爱担你们进兵，啊一届落雨天，啊怎啊出道？吼，讲一个卡一空偌大空，顾足久的才顾好去。较早是足辛苦的啦，啊饲迄放啊鸡嘛是安尼，三更三四点啊就爱起来斗猎。以前也要打算啦，啊，不过打算拢叫人做的啦，叫菜啦。我是感觉安尼做伊个子孙啊，算真幸福啦。伊拢互囡仔自由发挥啦。讲起来嘛是安尼，求求俭俭，辛辛苦苦啦。整个的家庭就是安尼啦。大大细细，为细汉就爱开始爱做。虽然咱这个家庭唔是真富裕啊，但是讲起来，咱这囡仔无变歹，这嘛是爸诶最大的安慰啦。伊细汉时阵，甲阿公去田里，然后伊就掼了一个水桶，对伫边啊咧抓河流。啊，毋过伊一直抓袂着，啊阿公一只手一下就抓一只，伊感觉足厉害的。这是阮爸甲我分享的。伊是一个足勇敢的，事业做啊大，后饲猪、饲牛、牛、饲鸡，水园啊、山园啊拢顾到足好的，所以这点有。到的囡仔拢遗传着阿爸的精神，骨力认真的精神，刻苦耐劳的人，会为了这个家计的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兔鸡赛，就是中午有时候中午都要过去兔鸡赛、扒鸡赛，足辛苦的。除了我会帮忙，老爸他更辛苦。我八岁时阵吼，爸呢50岁的生日。哇，迄一摆呢，大家拢足欢喜的。细汉的时阵，我都予我一个真深的印象，就是讲啊，做生日会当予大家这样啊欢喜，所以我就想讲，那下一摆呢，爸爸60岁的时候呢，我要再办一次这样的一个生日啊，我们就形成了我们家的第一次的聚会。从此呢，我们家就是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大聚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。嗯，对啊，我平常上的普通。有时起，有时落，好运、坏运，做我一家来行。老有这句听，叫你看我拼，爱拼才会赢。